喜欢你，呜呼，爱你，呜呼，你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。我喜欢你的糊涂任性。我们是谁？处女座。别人怎么评价我们？强迫症加挑剔。我们怎么评价自己？完美。我们是谁？射手座。我们的梦想是浪迹天涯。我们的口号是世界这么大，我想去看看。我们是谁？狮子座。我们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，因为我们是霸道总裁。我们是谁？白羊座。我们的性格是暴脾气。我们的口号是别咬我。我们是谁？巨蟹座。虽然我们很善良，但是我们也不是好欺负的。我们是谁？水瓶座。我们最喜欢什么？不走寻常路。别人不理解我们怎么办？骂他。我们是谁？没有错。我们最喜欢什么？钱。别人跟我们借钱怎么办？绝招。我们是谁？巨蟹座。我们的特点是记仇。惹到我们怎么办？怼死他们。我们是谁？双子座。我们的职业是戏精。有什么用处？烦死你们。我们是谁？处女座。我们的目标是忘记前任。我们能不能做到？不能。我们是谁？摩羯座。我们的对象是加班。再说一遍，加班狗没有对象。我们是谁？天秤座。我们喜欢什么人？长得好看的人。谁长得最好看？我们自己。愿做你的皮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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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丘，难过的时候向我招招手，无条件为你到公园。